欧洲做背景，穿着十八世纪宫廷服装，跳着西洋舞，这款的歌戏你敢捌看过？草屯民族女子歌戏团打破了一般传统的歌戏，和表演者展现出无同款的风味，让民众感受到全新的歌戏表演。创新，我们民族歌剧团哦，你看服装就知道了哈、哦。我们已经把这个歌仔戏哈、哦、改创新，好也当了哈，演出无同款的风味哈、哦，请乡亲士大爱来看无同款的歌戏。原来这是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所规划庙口歌戏表演。基金会针对着推动传统文化歌戏团进行评选，加除了草屯民族女子歌戏团以外，高雄艺人歌剧团以及台南秀琴歌剧团也拢包含在其中。因此，就将这歌戏团邀到庙口来表演。咱希望这歌剧团对全国选出来的前三名，会当回来伊的故乡的庙埕，演落伊故乡的亲朋好友先看，可以先我们的亲朋好友在地的乡亲先看。所以我们第一站呢在南投，刷呢我们要来高雄来比较拼一点，来我们要再看过台南、啊、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南投起团第一站。四五十年代呢，啊，也用讲，大家呢，上顶呢，庙口呢，啊，若讲做歌戏，也是做戏，拢是伫咱庙口。啊，为着呢，咱啊中央单位呢，为着讲要予咱体验，啊，体会啊，咱的歌戏，咱的文化，啊，伫这个啊庙口呢来啊演出，来保存咱啊这个戏剧的传承哈。他来找的时候，我就一口答应没有办没有问题，我们绝对全力支持，所以我们就支持他经费啦，以及各项活动的这些茶水啦，以及搬运的工作啦等等这些，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来支持他们。国歌戏表演将会对六月二十一号、二十二号、甲二十三号连续三天，由三优质歌戏团轮流上台。主办单位欢迎对歌戏有兴趣民众，拢会当来到老热。记者陈美婷采访报道。